佛教崇外国，曾是河南省信阳市民人民警察军工党员，由于在治安大队工作办案期间不徇私情，秉公执法，多次受到私人领导枉法指令，因此成为这些人心目中的眼中钉。1988年在处理一起案件中，局长叫放掉嫌疑人，深入人依法作证。治安大队长黄忠林指使民警对其刑讯逼供事实，遭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报复，无故将我调到交通警察。我努力工作，似乎又刺痛了这些领导的神经，因而采取了更加恶劣的手段。1992年，利用政法系统清理不适合做政法工作人员之际，将我这个没有任何过错的人民警察清理出公安队伍，而且不给处理任何组织处理决定的书面文件。此后多年来，公告申诉没有证据，相关单位均不受理。1992年，将我调离公安队伍，至此2011年7月21日，在我不懈努力诉求下，信阳市公安局受理了我的信访事件，并将我出具了一份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因此，我才知道我是作为不适合政法工作人员被清除的。随之，我依照着程序对市公安局这份信访事件处理意见书向市政府不让委员会提出不让申请。去年十月二十日，河南省公安厅信访部门将信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信访处理意见书原件交给他们为条件，正式受理了我的扩大申请。然而此部门河南省公安厅立案而不扩大，以种种理由推诿拖延，不给答复。无奈我只好多次到河南省信访局、国家信访局、公安部相关部门反映，要求主办河南省公安厅对我的扩大申请给予答复。在各级领导的关注下，河南省公安厅于2012年6月6日出具了一份公安机关扩大信访事件答复意见书，编号2012-049。然而其上内容却是中外国女于2011年10月20日反映对信阳市公安局4107-00-11-77912号不受理信访事件告知意见，不服提出的扩大申请，经扩大现查答复如下：为此，信阳市公安局4107-00-11-77912号不受理信访事件告知意见书。如对本答复意见不服，请在30日内使本答案、本答复意见到河南省人民政府提出扩大申请。6月6日，对此答复感到非常震惊、疑惑。明明我是针对信阳市公安局出具的信访事项处理意见书不服，向河南省公安厅提出的扩大请求。然而，该公安机关扩大警方答复意见书的答复，却针对着我见都没见过的信阳市公安局4107-00-11-77912号不受理信访事项告知意见。明显，如果信阳市公安局没有受理我的信访，哪来的信访事件处理意见书？为此，我找到公安厅信访部门质疑。万万没想到，共和国的公安厅信访局以为信访事件处理意见书原件在他们手里，竟公开否认了我交给他们的一份当初由信阳市公安局处理意见书。他们原件以为立案复查引起我的警惕，于是我没交给他们原件，而是
财是复印件，原件至今还在我手里保存。河南省公安厅以上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纪国法及有关信访工作的规定，降低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给党的事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本身新乡市公安局在处理孙爱国的问题上就有过错，河南省公安厅袒护新乡市公安局对信访人弄虚作假，用欺骗手段违规违纪，错上加错，请求领导督办此案，查处相关行为人违规违纪责任，纠正虚假答复，依法公正办理控告人的信访案件。